哎，早安，你好睡吗？哦，看起来蛮好睡的。旁边没下雨的。我们到了普阿卡湖，看到了燕，然后燕生气了。哇，好多小燕哦，好肥哦。超漂亮的湖中倒影，这边是我们的 camping car， 早餐吃汉堡，还有瓜卡莫里，然后清冰箱，所以还加了火腿，好吃不？嗯，好吃不？可以，可以喝点么？你来啊！你吃到吗？哦。咪咪在钓鱼。呜、哦，这就是 fly。啾啾啾。这边有 fish and game 的标识牌。超漂亮的这个湖，普阿卡镜面湖。嗨，你们在这里哟、哦？怎么这么可爱？哇，闹跑了！慢叫啊！超漂亮的。这边是 Lake Puaka， 有镜面湖哎，是一个小湖。发现 BB， 看到鱼在游吗？对，大概这个站子。哦。出大太阳了，呵，Lake Tekapo， 晴天超美的。然后，这是我们在丢脏水。介绍一下这台车，这台车呢，哦，我剩下四个，哦，我觉得可能不用插钥匙，直接按 power on 就可以了，钥匙插在这边，超奇怪的位置，然后有 Type C 的充电，然后我们是用自己的导航，它有副通通的导航，然后有。蓝牙可以连接手机，手机配对还蛮顺利的。然后冷气这边调，这边调，这边调。觉得这台车好开吗？不好开，不好开。是宾士的哦，应该是贴牌宾士。然后这一台车呢，有手刹要记得拉哦。然后后面有个空间，他帮我们放了租来的桌子，还有床板，是床板
中。啊，在这里。嘿嘿，认真加油哦。加油。真有好贵哦。进入了林荫大道。还车了，全部都清干净了。这个是一张床，然后上面是双人床，然后这是刚介绍过的驾驶座，然后这个是厨房区，有 oven， 还有三个瓦斯炉，一个是用电的，还有微波炉，然后下面有餐具，还有锅子都有。你这样，哇，好，没时间了，所以不多看了。然后还有抽烟机、电视，然后收纳柜，然后这边是双人床，可以变成双人床。然后这个是厕所，好。然后如果便便的话，它会自动消失。放够久的话，它会跟着水一样。好，然后窗户这边有纱窗，可以另外再开。好，结束咯。跟我们的 camper van 说拜拜。讲一下这一趟的心得好了。首先是时速最好不要超过100公里，不然的话很颠，而且柜子都会打开，就算它有锁住，最好买胶带把它粘起来。我们全程都用胶带固定，有少受一点苦。然后厕所的使用，如果怕臭的话，最好买还有一个蓝色消臭顶，边边也会被它稀释。放久一点的话，这趟有什么心得？我刚刚已经在外面讲完我的心得，就是边边会自动消失。如果放够久的话，你们有什么心得？纽西兰没有鱼。纽西兰没有鱼啊，你嘞？纽西兰可以生活的地方怎么那么少啊？但是我下次还要再来，我要来 wild camping， wild camping tour。你的点都我找的、欸。怎么没有啊？哦，这边还车人好多、哦，大家都迟到哎、欸，可真是迟到没关系的感觉。那我来立马 Google 一下 wild camping 的有没有人分享？你可以来 hunting 啦。hunting。哎，这都快到了，三分钟边全游动。好、oh, 欸，拜拜拜拜，谢谢你这六天的照顾，你要后退一点啊，后退一点，看吧，这是什么？看这个车牌，就是这个车车车车。拜拜。对啊，以后要跟胶带好好相处。马桶的水。哥哥，你怎么喝路边的水啊？我姐可以喝的、啊。哦，再喝一下。喝柠檬。嗯。你也要喝哦。嗯。最后一站来采买了，他们看到大葱都超开心的，嗯，喜欢大葱的人，喜欢大葱的人们。
他们两个。你干嘛拿大茄子？你要吃哦？我本来想要，荤肉。哦，不准买。我有饭的话。喜欢香料的佛哥，超多香料的。哦。真的不错哦，看到了可爱众人面面、哦，给我看一下它的背后。这上面啊，这个不是重点，是、三种颜色，那怎么煮、啊？那上面有，就是在这个被酒吸走的男人们。我喜欢这个标签，我可以撕回家吗？好，我只要标签。好、啊，你撕啊。我们的吗？我们的 Airbnb， 对，草地也是我们的，超高级的。好行，今天入住 Christchurch 的 Airbnb， 玄关走进来的第一间是超级无敌大的客厅，哎，没有电视，哎，还有这个是暗铃，可怜暗铃，真是你的东西好多哦。还有蜡烛哎，那是真的蜡烛还是假蜡烛啊？哦，有人玩火、哦。然后先来看看，室外有蹦蹦床，还有个室外 dining 区。然后因为我们刚从露营车下来，这边乱七八糟的。但是厨房、哦、还有食物残渣处理机。哇，还有食物残渣处理机耶！然后还有一个超大的冰箱，然后还有烤箱，然后这边是有什么洗衣机、抽水机，诶，好像没有烘衣机，等一下再研究一下。这是什么啊？无法打开。好，再来参观房间啊！这是佛哥的房间，看哪那么开心，还不错吧？双人床终于可以睡正常床。好，第一间的浴室、厕所只有马桶哦。安宁的房间不用不用不用，安宁的房间看起来也好舒服哦，哇！可以直接看到马路哦。走了。好，还有一间小房间，因为我们只有四个人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房间，还有一只 Kiwi， 然后一样在马路旁边。然后地毯晒得暖暖的。啊，这边是浴室，还有浴缸，还有马桶。嗨 ，baby， room tour 完成。Airbnb 超贴心的，还有送巧克力耶，这是什么啊？哦，不知道是什么。This may sound a little crazy, but there's some things I need to say. And I ain't going for a maybe, so I just wanna get it straight. Cause all I see is colors, need no other when I look in those ocean eyes. 大厨，你在煮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剩菜汤。剩菜汤在这里。嗯，白酒、虾头、蘑菇、剩菜汤。来看看我们这个剩菜大餐。先喝酒。先喝酒。啊，你喝了。今天解放了，今天离厕所很近。今天安宁没有极限啊。今天离厕所很近，可以尽情的上厕所。好，来介绍我们的第一道菜，羊排。今天把酒酒喝完了，腌了一天的羊排。就是没有喝酒酒才会被骂。
有人在抱怨。好，我来介绍。要喝酒酒才会点。牛排。第二道是什么？牛排。下次可以露营车有三个厕所吗？好。哦，这个是 baby spinach 跟很油的 salmon， 然后还有海鲜意大利面。你怎么那么开心？你明明都还没喝，再喝一口。喝什么？他说：“下次帮我按摩你。”这个我会，专业的。这个我听得懂。哎呦，哦，再敲一句啦。嗯。哇。最后一天，最后晚餐。You can be my guiding light. Keep me company in the night. That's all I need, all I want. 九点半了耶，你们在干嘛？在喝酒。九点半要干嘛？当然要喝酒啊。还有蹦蹦床，然后等一下去玩蹦蹦床是吗？等一下吃晚餐啊。再吃一次。打扫完了。超干净的，厨房也超干净的，那边也超干净的，餐厅也超干净。然后还在这边洗了衣服。哦，这个是第一间房间，第一间厕所，第二间房间，第三间房间。这是我们的房间。然后那边厕所。啊，都扫完了，我们这次好棒棒哦！还没关灯，好，拜拜，离开了，上行李了，跟这边说拜拜了。到机场了，还有一个圣诞树哎。刚 check in 完了哦，羊咪咪好可爱，你好干净哦，我们在路上看到都没有那么干净。然后这边还有 kiwi pool 哎，好笑，还有 pukiku 不知道是什么鸡，嗯， BB 咦，大家在机场吃早餐哦。哦，我有一个爱心耶，辛苦的转机之旅要开始了。转机怎么可以走那么远？他说走这绿条条走五分钟，可是我明就走十分钟。耶，抵达，花了八分钟。啊，你直接好会走啊！哦，要自己走。我们的飞机，我说我们的飞机。耶，谢谢贝贝。I could lift you up, I could show you what you wanna see and take you where you wanna be. You could be my luck, even if the sky is falling down, I know that we'll be safe and sound.